兄弟们，先让你们猜一下，这两个大咖是谁啊？没有，不是大咖，不是大咖，我们还谈不到大咖，跟你比，小咖。没有，没有。你们应该拍视频没有拍多久？没有多久。因为是最近我才发现陆哥陆嫂。你知道我们是吗？我肯定知道啊，肯定知道啊。我们因为杨百万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我今天早上看到有一条评论在说杨百万，然后在你们视频下方吗？是。汤汤的视频下面说汤汤崇拜两百万，然后要找你合照呢，然后我不知道哪个是两百万。在来了吗？来了，三十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引荐一下可以吗？好呀，好呀。他现在没有来，汤汤很崇拜你的。到时候你们有他微信没有啊？有的话，我们方便加一个，然后推一下呗。好的。我也很喜欢汤汤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汤汤又漂亮，人又好，我们又是老乡。我扫你啊，你扫我。你扫我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要切换过来。哎呀，这个早说嘛。不是，大家做朋友。对。就是有那个缘分，那是可以的。大家都是单身。是吗？我是重庆的，重庆的啊。对啊。我有汤汤微信，你看，经过他的允许，推给我，跟他说一下，对他愿意推给我就推给我嘛。好的，女孩子同意才行，你不能直接推给男孩子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发出来就有点那个啥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是看到汤汤的粉丝说的，然后正好是看了那个评论嘛。啊，你们拍了多长时间了？一年。一年，对，我还没到一年。是陆哥一个账号，陆嫂一个账号，对吧？两个账号。啊，现在有18万粉丝，我有20万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特别洋气。跟你比不能比。陆嫂，陆哥可以摘下口罩，我们欣赏。哇，好帅，好洋气啊！好，谢谢陆嫂，谢谢陆哥啊，谢谢啊。我俩老尬了，能不能给我俩画面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音乐圈，一哥，高小倩，你好，你好，幸会幸会。你是哪位？高老，我是小杨，小杨，高老师以后多多指教啊，多多指教啊，好，多带一带啊。收华子了，哎，对，华子啊，华子，华子啊，生活好了吧？大家多多支持百万哥啊，特别出色的一个段子手，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主播，真的啊，还是要向西瓜一哥学习直播这一块。我承认我是一哥，谢谢。好好，这个是。前段时间的西瓜一哥，乐哥，我不是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介绍一下啊，我是金主啊，我是来参加我支持的这帮主播们，我来看他们现场走秀来了。请问你多少等级了？啊，不是多少点击，这回在平台刷了将近有800多万人。哦，你是以金主的身份刷礼物的大哥，是吧？哎，久仰，金主哥好。我跟你说一下吧，这个。我的小号叫空山朱雨。哦，幸会，久仰大名，久仰久仰。小号叫酷奇，8000多万。对对对对，就是穿裤子在骑上。他那串吗？这串是法兰西亚进口过来的天山雪莲子。我俩刚才上山挖的。对，这个串这一颗呀，就价值，这一颗就价值1亿美金。这个串啊。全球限量就一串儿，就你这一串啊，有两串，你记错了，有两串。昨天那男的带了，那男的死了，就差一个人了，他就把遗产转移给我了。对，谁呢？就谁小盖茨，我是他干儿子。啊，哥，还有很这种氛围很好啊，大家一起，多少都是对对对，精神病。主播没有正常的，我都精神，我不正常吗？也正常，哎呀，笑死我！他正常是哪的？看着谁啊？他们一起拍视频吗？职业感谢感谢倩哥还有乐哥啊，给我们带来。欢乐啊！谢谢谢谢啊！看这段视频的每位好朋友，能够一生幸福，一生平安，咱们是开心快乐啊，永远没有烦恼，对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谢谢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啊。